利亚首都阿布贾的联合国大楼发生汽车炸弹爆炸，造成至少16人死亡。墨西哥北部城市蒙特雷的一家赌场发生纵火袭击事件，死亡人数超过50人。泰国动乱的南部警方说，疑似穆斯林武装分子发动连环袭击，造成6人死亡。西班牙公路上劫匪以驾驶者为目标。美国东海岸6个州进入紧急状态，准备应付飓风艾琳的吹袭。捷克布拉格动物园公开展出2只6月出生的苏门答腊小虎。